人杰也好好笑哦。我怎么知道哪一年？太水了。我们第二的那个书院。哦，这书院图。第二弄的，蛮大的。这个是那个六十的太岁。六十甲子。六甲子太岁。啊，太岁和等身的大告诉。我不知道是哪一尊呢、啊？等我看了龙鳞，你知道吗？找到太岁，找不到你。你找到你的太岁了吗？还没。你的嘞？你的嘞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胖胖，你的嘞？来，你叫我什么？小胖。嗯，你没礼貌。你要叫我什么师兄？有一个明星叫小胖。你要叫什么师兄？我明明叫雾冰。他很开心，他超开心的。他只放一些，让一些杂志给他看啊。他看一些杂志，像我们这个杂志尽量都没有看，只看一些他的杂志也有。社会。好啦，要拜拜啦。一人八炷香。再往前推。有没有看到？再往前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，不要动那么快。好，往后。按等一下，是哪一个我忘记了。忘了，主三十二的，忘了。好，来，慢慢转啊、哦，开提取来了，慢慢来啊。然后拍照。来，往前转，好，我给你拍了。要按哪一个按钮？现在还没拍吧？现在还没拍嘛？在拍。红色就已经在拍哦，这边也在拍摄。对啊，拍摄有。好大、哦。偷笑。好大，好大、哦。啊！你故意给我放大，你坏坏。哪有？看老师，看老师就好了，不用，就这个摄影就好了，不用拍照了。那个是摄影。好好笑、哦，你看。看他这有没有？这边就有、啊。红色的、啊。陈姐一我们拿到前面拍好不好？不要乱动，不可以乱。陈姐。我现在想。哪个追呀？你等一下，你莫紧张。你三千万里来，迄大个叫三千三千，你上一千万。这骑龙的飞是。哦，住在那个有吗？那个有吗？那个小民宿，那个不错。嗯。那边人这感觉也蛮不错。啊，其实今来有人家来，越耍越好。对啊。好行。不要拍照。好。我们是要去紫云寺是不是？紫云宫。紫云寺啊。看到叫我还被给他去。紫云寺啊。你刚刚要抓的好恐怖。Thank you.
正大草皮的妹妹，禅心，这个不错，好，帮你照一张相。然后接引的众生也蛮多的，都是灵，有修灵的人都不要接引，这个太在度这个灵，一直接引。然后看起来我们的昆莲观哈，有一道紫色的光气，已经有一些紫光是在我们昆莲观围绕，那大我们道气观里面有一些气在围绕，还没有整个凝，没有聚集，没有聚起来，因为都是散散。才刚开始嘛。然后再看到一条龙下来。那龙上面坐的是谁？他，他坐一条龙下来，你的这张一条龙下来，不是观主，观主一条龙下来，然后那个前传那个龙下来就是在那边，我们教他怎么这好像说架那边聊，再这样子，好，好，搭完了之后，哎，他就不见了，这个不见了，他再来是天兵天将，他是在今年干嘛？天兵天将，天兵天将下来。啊，下来的话，我们就后来会来休息。然后最后呢，都是老和尚，在那边，阿弥陀佛，进一步去修更高境界。啊，他说这个是你的路，所以他要讲你骑一条龙在那边。所以说你看这边龙底下，第一观音观第一就代表讲你要给，爱，不是讲放你。